南韩近来加速疫苗接种，力拼民生回归正轨。交通部观光局驻首尔办事处配合自行车旅游年主题，最近在首尔汉江边举办 VR 虚拟实境自行车旅游体验活动，现场还邀请网红分享单车旅台经验。이제대만라이딩이라는건우리나라국내라이더분들중에서도관심있으신분들은많지만솔직히어떻게가야될지조금막막하신분들도있으셨을텐데저희경험을공유하고함께그공유한내용들을바탕으로해서많은분들이대만에가서좋은환경观光局驻首尔办事处指出，韩国人在疫情下改变旅游模式，户外活动大幅增加。台湾自然景观丰富，自行车产业发达，是吸引旅客的一大亮点。가장인상이깊었었던거는아무래도1월달호수돌아다녀그한바퀴돌은거랑그리고우링어필올랐었던건데1월우링도올라가면서이게워낙해발고다높은곳이다보니까그런경험을우리나라에선할수는없잖아요그래서그것도너무특별한경험이었어서너무재밌었어台韩近年互访人数持续增加，观光局驻首尔办事处表示，未来计划结合旅展和实体虚拟活动，持续推广台湾观光。